演讲会开始，我们请彭旭明副院长为我们主持。那个各位来宾，陈博士，各位来宾，今天很高兴大家又来参加这个知识飨宴，这个是每个月一次的，是2014年的第一次，但是蛇年的最后一次，因为马上明年就是小年夜，跟大家拜个年。那今天很高兴请到化学所的陈景丽博士来介绍这个彩色的世界，从传统的染整工艺到时尚的光电科技。那陈博士是现在化学所的研究员，主要的领域是有机光电材料，包括有机发光二极体以及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的研发。那大学是在淡江大学化学系，1982年到台大化学系，在我的实验室拿了硕士，然后服了兵役，然后在1987年去美国那个伊利诺大学，在1992年拿到博士，然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做了3年的博士后，1995年就加入化学所的行列，然后他在博士后的时候就开始博士跟博士后都就是研究这个非线性光学材料，这个东西就是跟在有见光、可见光有强烈吸收有关。那从1995年回到台湾以后，开始的研究课题就是这个有机发光二极体。有机发光二极体就是现在很多平面显示器里头的一些很彩色缤纷的那些材料，那个电子发光，然后发各种不同的光。然后最近5-6年都研究这个太阳能电池材料。那你知道要吸收太阳能的话，也就是各种新颖的材料能够很有效的吸收这个太阳光，所以都是跟颜色有关的一些材料，就是他的专长。所以他今天的演讲题目就是这个彩色世界。那陈博士能在2002年获颁第3届的清华化学科技文教基金会的杰出青年学者，2003年获得中央研究院的青年学者研究著作奖，2004年获得该年度中研院专利及技转的个案奖励，所以论文超过100篇，专利超过10项，有3个专书。事实上，他2005年到2009年也服务化学所担任副所长，所以这个研究这个题目正是他研究的专长，所以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博士来讲彩色世界。好，谢谢彭副的介绍。事实上他是我的老师了哈，应该尊称他一声彭老师才对的。现在因为在自从毕业之后大家都在工作了，所以现在变成算是在同个单位服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哈，这个也承蒙彭老师的邀请了，在过年前哈来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知识飨宴的报告。因为过年的关系哈，所以我想我讲的题目也非常符合这个时节哈，就为大家献上一些色彩缤纷的漂亮的图案，这样子看了之后大家能够高高兴兴的回去过年哈，这个比较应景的一个题目了。好，这个题目哈，就是主要是在讲那个染料的部分。染料我想大家非常清楚了哈，从小学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是有关于色彩的部分。那这个色彩呢，事实上，是呢讲这个要讲一些这个它的一些历史的由来了哈。各位手上看到的这个演讲的摘要里面就有提到这个，等一下我就会讲一段这个色彩发现的这个历史的由来了。Oops， 对不起哈，这个雷射笔有点。好，这个要讲色彩哈，事实上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色彩的由来哈。地球上之所以会有色彩产生，完全是因为太阳的关系哈。这个根据很简单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发现这个色彩，其中有一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就是牛顿啊。这个实验呢，称之为叫做牛顿的一个三棱镜的实验。因为各位都知道哈，这个三棱镜，如果你把太阳光照在三棱镜上，它就可以把这个太阳光呢分解开来成各式各样的颜色哈。我们讲说这个七彩霓虹的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啊。所以事实上，太阳光是整个地球上我们人哈眼睛看得到色彩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太阳光。好，那这个颜色呢，红橙黄绿蓝靛紫全部颜色加在一起呢，就变成是白色的。所以我们看到太阳光呢，主要是白色的光色哈。当然，这个早晨黄昏的颜色会有点偏差。早晨黄昏呢会比较偏近于那个黄橘色的这个颜色，日当中呢是比较偏近于纯白色的这个光色哈。那个是因为大气这个干扰的这个太阳光照射到地球哈，这个色彩有一些折射啊、绕射的现象所产生的。那人的有五官哈，人的五官里面事实上就只有眼睛在负责看东西啊。那看东西事实上，我们的眼睛是能够区分出不同的颜色的光色的出来的哈。这个因为身我们眼睛人的构造的关系所造成的。好，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色彩的由来的原因了哈。好，那这个可见光，太阳事实上会发出很多不同波段的辐射能量出来，可见光只是其中一个短短的一个区域里面的可见光，整个所有的辐射的光源呢，事实上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从大家知道的听到的收音机的这个叫做无线电波，那个都属于太阳光会发射出来的能量的一种啊，或者说我们讲说光波的一种。可见光只是在这个这么宽广的光波段里面的很窄的一个范围之内。好，那最短的可以到什么 X 光啊、宇宙射线，都是属于太阳会发射出来的光线之一啊。那我们人眼睛看到物件的颜色呢，事实上这个要讲到色彩学了哈，主要是由两三种的因素所造成的。我们后面会事实上马上就会提到，这个基本上色彩是由两种原因造成，一个是加成性的色彩，一个叫做消去型的色彩。我们先看这个，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分析，说这个颜色哈是怎么，我们人眼睛看到颜色是什么构成的？太阳光是全部红橙黄绿蓝靛紫。如果你的东西是透明的话，那所有的光色呢就全部都会穿透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光色会被阻挡下来。这个例子里面呢，就是说它把除了红跟橘的光色呢，让它穿透之外，其他的都被它吸收下来之后，这时候我们所眼睛看到的就是能够穿透过去的光色。好，在这个图上面画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我们眼睛看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红橘色。那在中间这个例子里面呢，它就让蓝色跟天蓝色会穿透过去，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件呢就是天蓝色的东西。好，以此类推，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黄绿色，因为只有黄绿色的光可以穿透过去。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事实上是太阳光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做互补色。这个互补的现象除了穿透发生造成这个现象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利用反射的原理也是一样造成同样的效果。你如果没有一个东西会被你的物件吸收的话，那你就看到所有的光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全部都看到，那你就看到是白光。同样的，如果你所有的其他光色除了红的橘的没有吸收之外，那红的橘的就会被它反射出来，这时候你看到东西也就会是红色啊。这个是利用反射的现象来解释说物件呈现的颜色。事实上它所秉持的原理就跟穿透的时候是一样，没有被那个东西吸收掉的东西而被我们眼睛看到，那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颜色的由来啊。
这个是从，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物体的颜色，事实上是光色的互补色啊，就我们称之为叫做互补色，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好，这个互补色造成很多物件的颜色，是造成物件颜色的主要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好，我们最常看到的喷墨印表机的那个墨水，你去买那个墨水夹，上面就会有这个三个点，就是这个彩色墨水夹，里面会点上了这个青色、洋红色跟黄色，这三个颜色呢，事实上是在这个色表图上面，它事实上是在这个边边的三个颜色哈 ，Y、M、C 的这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呢，事实上，譬如说像黄色，事实上是蓝色的互补色；那这个青色呢，是红色的互补色；那这个杨桃红的颜色是绿色的互补色；那红的、蓝的、绿的，我们称之为叫做三原色。这个三原色呢，被吸收掉之后，你就会看到它的互补色，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Y、M、C 这三个颜色。事实上，我们眼睛看到是，就是所谓的互补色。造成这个现象。好，那个油漆啊，绘画，色彩这个涂料这些东西，全都是物件，因为刚刚前面我看过，它没有被它吸收，被我们穿透的颜色，还有就是它反射出来没有被它吸收的颜色，我们所看到的互补色是这么个由来啊。在光谱上面，事实上你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就是如果你吸收掉的是这个区域的颜色，好，刚才这个区域是红到橘有一点黄的颜色，如果这个区域的颜色被吸收掉，你眼睛所能够看到就只剩下绿色、天蓝色、蓝色，啊，这个叫做互补的关系。所以有三种情形啊，我们用三原色来讲的话，就有这三种情形。这是第二种情形，把中间的黄色、绿色、蓝色吸收掉，那你就只能看到红色跟边边的蓝色，啊，那第三个就是你把短波长这个蓝的、绿的、天蓝色的吸收掉，你就只能看到长波长的黄的跟红的，这个是物件出现互补色的原因，是这么色彩学上是这么来解释的。那当然，如果你把所有的光色都吸收掉，那是什么颜色呢？就变成中间的黑色了，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因为所有的光线都被物件给吸收掉，所以你任何颜色都看不到，任何颜色都看不到就是黑色啊。所以黑色也算是一种颜色，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颜色就叫做黑色。好，这个接下来要跟化学比较有关系哈。这个因为我是化学做化学的，那这些颜色我们讲说是从太阳光来的，但是事实上物质呢，我们的地方看到是物质，这个物质本身呢会有一些颜色的产生，这些颜色的产生呢完全是由于所构成物质的基本的化学元素所造成的。那所有这个天下所有的物质，我们大致上分成两大类，叫做有机材料或者是无机的物质。啊，有机无机的区分方式，这个在化学里面，我们通常是用这样来区分哈。如果你的结构里面含有很多碳、氢、氧、氮这些元素的话，这个叫做有机物质。啊，譬如说像我们吃的氨基酸哈，这个维生素，或者是我们吃的糖哈，这些都是叫做有机物质。还有我们吃的油脂哈，这些都还是有碳、氢、氧、氮的这些元素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有机物质。除了这几个我有用黑色的圈圈圈起来的这些元素之外，周期表上总共有100多，现在已经到110多个元素哈。扣掉这几个元素哈之外，其他的元素所构成的物质呢，这种统统都叫做无机的物质啊。这个这里上物质就分成这两大类。那构成色彩啊，也是由这些材料所构成的，分成有机跟无机，但是它们产生色彩的理由哈，不太一样。这个是由无机的元素所构成的物质呢，它构成的色彩呢，事实上取决于你的构成的元素的大小啊，像这个氟，这些都是卤素的物质哈。氟是气体，它本身是黄色偏。略带黄色，绿稍微大一点，那个是带绿色，溴呢是液体了，但是它是带的是橘红色，然后碘呢是变成紫色，它更大，变颜色会随着这个原子的大小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另外一类呢是由这些金属的离子或者是元素所构成的，那不同的离子呢它具有不同的颜色，譬如说像这个钛呢事实上是白色没有颜色的，那这个铬呢或者是铬呢是黄色的。它这个颜色呢，又跟它的结构又有一些关系。譬如说，这两个都是
叫做洛酸根离子，只是这个是一个两把它连在一起，但是这个结构不一样，它构成的金属元素是相同的，但是结构不同的关系造成颜色不一样。好，这些是无机材料的一个特征，它的颜色的大的深浅呢，或是不同的色彩呢，取决于原子的大小或者它的结构来造成影响。好，这是无机材料。有机材料就我刚刚讲过，全都是由碳氢氧氮这种元素所构成的，它的色彩呢构成呢，事实上要靠着这些碳碳双键。好，没有碳碳双键的话，这些所有的有机物质通常都是没有颜色，就是透明的。那这个颜色的深浅呢，就是红的、蓝的、绿的呢，取决于这个碳碳双键的多寡。这个碳碳双键我们讲说它是具有拍电子，拍电子越多，你的色彩就会越深，会颜色呢就会越往长波长，就是红的那个方向偏移。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蓝色，后来是变成绿色，可能是黄色，再来是橘色、红色。颜色的波长越长呢，就随着拍电子数目越多而有成比例的增加。好，所以有机化合物跟无机化合物的产生的颜色事实上原理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结果一样，就是造成了可见光的颜色的出现。好，那我们眼睛可以感受到这个可见光，所以人的是可以看得到色彩的原因，虽然是不同的物质哈，原理是相同的一样的。好，这个我很快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哈，像这边画的这几个都是有机物质，而这些物质呢，事实上有不同的颜色的。譬如说这个哈，这个看起来就是分子最短的一个，它的吸收的波长呢，事实上也是在这四个里面最短的一个，它的吸收波长位置大概是落在这个地方，它把蓝色的光都给吸收掉了。所以我们眼睛看到这样子的会吸收蓝色光的物质，事实上会呈现出大概偏黄色的这个颜色出现。这个呢稍微分子长一点，拍电子多了一些，它的吸收波长就会稍微长一点，它吸收的主要是绿色这个光线。好，那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互补色呢，就是呈现出像这个杨桃红的颜色。好，这个以此类推，再继续长下去的话，它吸收的波长就越来越往右边前进。这边呢是吸收了黄橘色的，这时候它所呈现出来的颜色呢，就会下面这个互补色的颜色天蓝色。然后最后它如果长到一个程度，它会吸收红色的光线，这时候物质呢会呈现出绿色的光色光泽出来。啊，这个是完全是一个互补色的一个呈现。好，这个讲到这个色彩，我开始要讲这个色彩发现的历史了哈。在这个所谓的化学这个技术或者科技出现之前呢，人类能够拿到色彩都是取之于大自然啊。这边有看到这个找了几张照片给大家看，最原始最原始，你查书上都会这么写的哈。最原始的颜色的来源呢是取自于大自然，譬如说这个石材哈，这个叫做赤铁岩，它是产生那个红橘红色的颜色，还有一个叫做赭石哈。这个中是从翻译自英文哈，这个颜色是呈现出这个暗紫红色的颜色的石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石器时代哈，画在这个洞壁上面的颜色，最后保存到现在能够还看得到的，就是这两种颜色造成的的图案啊，因为那时候能够取自于大自然的颜色，大概最常见到就是这两种颜色，所以你看这个壁画。大部分都是呈现出这两种颜色的呈现了哈。好，那这个都是这个是石器时代的时候的东西。开始有人类文化出现之后，像这个印加的玛雅文化，或是中国这个兵马俑那个彩绘哈，啊，印第安人那个脸上涂的这个色彩，跟埃及哈，埃及算是这个几大古文明的其中一个嘛哈。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所采取的颜色，大部分都是偏向于这个橘红色或是这种赭红色这种颜色啊，因为那时候最容易获得的颜色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这些岩石的材料，而岩石的材料本身提供最多的就是这两种颜色。好，这个你去查书哈，书上会告诉你说，这个有史以来哈，第一个用人类的方式哈合成出来的人工的色素呢，就是在这个法老王古墓里面看到这个蓝色的物质，因为这个蓝色的物质在自然界不存在的。它是经过人工的合成呢，才能够获得这个蓝色的这个色素出现。
这边好，我们以现在的化学的技术来讲，当初这个古埃及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子去把这个颜色给创造出来呢？他实际上用了三种东西把它混在一起，经过加热的处理呢，就能够产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细酸钙酮的盐类啊，算是类似像石头的东西，但是这个石头是有颜色的，颜色就是天蓝色这个颜色。好，他用了这三个东西是什么？主要的颜色来源是来自于这个铜的碳酸盐类化合物，这个东西叫做孔雀石哈。这个在想必在比较早的时候，埃及有很多这种孔雀石，所以他们就可以就地取材，用这个来当做颜色的来源哈。他们做的颜色是天蓝色，然后里面混了石英砂，石英砂就是海边的那个沙粒哈，主要的来源。那埃及在哪里？在那个北非哈，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什么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里面多的是这个石英石哈，所以这个的取材也不是个问题。再来就是这个大理石哈，就是碳酸钙石灰石的来源。埃及世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哈，把这三个东西混在一起呢，孔雀石是本来孔雀石实际上是个绿色偏绿色的东西，经过这样处理之后呢，它就变成天蓝色。好，这个是你可以查得到的记录，就是这是第一个人工合成出来的色素啊，但是它是取自于无机的物质啊，里面并没有含有碳氢氧氮这些东西，所以它这是一个无机的染料的色素。好，那个这些色彩哈，当然这个很早以前发现的，然后后来就用在这个艺术的创作上面。我这找了几张那个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图片哈，比如说这个耶稣最后的晚餐，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我还去过哈，这个意大利的不知道哪个城市，那时候是彭老师带我们去的。这个上面事实上是一个彩色的图绘了哈，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看这个事实上因为时间很久的关系，颜色都褪掉了，就褪成那个黄色、咖啡色的这种颜色。事实上原来是彩色的物质哈，这个都是很有名的画，上面都有色彩缤纷的颜色哈，包括像这个莫内比较近代一点的，不过也是100多年前的画哈。这个是也是他的画哈，这个叫做生产力，这个我找不出来这个名字叫什么。好，这些东西里面都用到了这些色素染料，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关系哈，因为这比较早期的关系，100多年前的关系，那时候还没有合成的技术出现，都事实上都是取材于无机的材料啊。譬如说白色的色素呢，那时候是由碳酸铅啊、硫酸铅跟氧化铅所构成的，黄色的呢是由这个弱酸铅。蓝色呢是由这个铁的错合物所构成的啊，赤血缘、黄血缘这些元素所构成的。那绿色呢就是弱酸铅啊，加上那个黄血缘、赤血缘跟醋酸铜所构成啊，这个都是网络上你可以查得到的资料。红色呢是由这个木酸根的铅的化合物所构成的，还有这些氧化铅跟氧化铜啊所构成的。这个是早期的人家绘画，就是用这些无机的色素染料来做绘图的工作。好，这些无机的材料呢，事实上哈是也是用在这个印刷油墨报纸里面所用到的东西。哈，这个牵扯到现在比较文明上面哈，我们做的印刷的工作，事实上用的大部分的油墨呢，都是来自于这些无机物质所构成的材料，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出现哈。那这个这样子无机的颜料呢，实际上也用在这个斑马线的这个黄色条线上。好，我之所以要提这个呢，是原来这个黄色的线主要都是由这些无机化合物所构成的，像这个硫化镉或者是弱酸铅这种东西，我们刚刚前面看到过这个东西。但是呢，事实上现在真正铺在马路上也有很多这些黄色的涂料呢，是由有机物质所构成的。这个这边有一篇英文的文字哈，我是从这个网站上摘录下来的。这个网站它就讲说哈 ，wall making paint composition， 就是这些黄色斑马线的道路分隔线的它的油漆的成分是什么？这个在解释说，这些油漆的成分通常都是由这个硫化镉或弱酸铅所构成的。但是哈，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黄色的涂料是由这个东西所构成的，这个东西叫做 benzidine yellow 哈，翻成中文叫做联苯胺黄，哎，这个就是一个有机的物质所构成的有黄色颜色的物质啊。这个东西呢，因为是有机化合物了哈。同样，这个东西事实上也用在很多现在的汽车的车壳的涂料上面，
譬如说我们讲的小黄的那个黄色，事实上就是由这个黄色的油漆物质所构成，而这个油漆的物质事实上完全是由有机的物质所构成的。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拍碳碳双键拍电子，好多个苯环，这个上面这个那么多个苯环连在一起，它就会有颜色出现。就看你的化学结构，这个全都是有机的物质。像这个呢是呈现出这个紫红色，这个呢就是呈现出这个鲜红色，这个应该是阿法罗密欧的跑车了，上面这个红色的烤漆实际上用的是有机的物质当作它的色彩的呈现。还有这个深蓝色的物质呢，是由这辆车子呢是由这个染料所构成的。那最后还有一个鲜绿色，这个很鲜艳，像这个忍者龟的颜色，这个是由这样一个大环的分子所构成的。这些有，这是后来才出来的有机物质。通常有机物质的颜色呢，会比无机物质的颜色色彩来的鲜艳亮丽啊，因为它的色彩是吸收太阳光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所以能够呈现出来的互补色呢也会比较强烈，跟那个无机的材料比起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机的物质呢有这个一个优势，就是它因为它的色彩比较艳丽，所以大家比较喜欢把这样子色彩艳丽的东西加在我们日常的使用的东西里面，因为这样子所呈现出来的色彩会更鲜艳、更亮丽。我们人总是喜欢看那个很漂亮的东西，色彩很强烈就是代表很漂亮的意思。好，包括这个我们这个女性同胞脸部的化妆也是包括用了各式各样的涂料，因为各种颜色都有。早期呢，事实上这些涂料就是像那个绘画一样，里面都是含有这些重金属。那各位都知道，重金属对人体不是很健康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这些化妆品呢，里面它大致上都已经舍弃了这些含有重金属的涂料，而改成用有机的物质来当作化妆品里面的颜色的成分了。好，这个是我一下一口气就讲到现代了，对不对？可是你要回想一下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化学的合成产生了这些各式各样的有机的物质啊，有机的物质事实上基本上是现在看到的这些有机物质的颜色，通常都是实验室里面合成出来的，或是工业界合成出来的。早期的有机物质也是有，但是我们看得到，但是却用不到，因为这些早期的这些有机物质都取决于取材于大自然啊，譬如说花卉就呈现出非常艳丽的颜色，花卉里面的颜色呢？也都是由这些有机物质所构成的，但是这些物质不管是花卉的颜色，或者是动物的羽毛里面的颜色，你可以想办法把它萃取出来，但是这些物质呢，都稳定度都不是很够，你辛苦把它萃取出来之后，没多久它们就颜色就退掉了。所以早期的这些颜色鲜艳的物质呢，都是要获得，都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我这边去查到一笔资料，就是早期这个应该是中古世纪的时候的，那时候的颜色的获得仍然还是很困难。那时候有一种颜色呢，是叫做太儿子的染料这个太儿子这个是从这个英文的名称翻译过来的。这个染料它是怎么获得的呢？这个我这边很多英文写的，我帮各位翻译一下。是地中海的那个附近呢，有个叫做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住在地中海的旁边上面。那地中海那个区域呢，有一类那个甲壳鱼它这个里面就甲壳鱼长得是这个样子你可以找得到网络上的照片。这个里面含有一种颜色的东西呢，你把它萃取出来是呈现出这种紫色的颜色所以在那个中古世纪的时候，为了获得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事实上后来被用在什么？这个是教宗的这个圣袍上面还有你看这个是基督教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像，里面这个天使这还是耶稣，我还不晓得是什么它里面穿那个袍子就是这个太儿子这个染料所染上去的颜色。但是这个染料那时候没有那个化工业还没有出来这个人还不晓得怎么去合成这些有机的染料，它是从这个甲壳鱼去把它提炼出来的。这边有一个叙述，他想说，你要染一件这样的衣服你知道需要多少颗这个甲壳鱼吗？他说要个十百千万，12000颗这个甲壳鱼
才能够染那个一段这个衣服而已。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颜料的获得有多么的困难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古世纪的时候，颜料的获得非常的非常的困难。所以如果你能够拥有这个这样子颜色的色彩呢，通常都是一个什么权贵的象征啊，非贵即富的人才会能够买得起、用得起这样子的颜色。好，这个是一个你可以查得到这个历史哈，在用人为的方式合成这些染料之前，染料的获取是相当的困难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常常听人讲说啊，你要从什么树根萃取出来，这个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哈，这个叫做茜草根哈，茜草根的颜色呢是那种砖红色的颜色，因为它里面含有这样子的一个有机的染料的物质出现啊，所以你用萃取的方法可以从这样子的树根里面呢提炼出这样子的颜色的物质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这颜色获取不是从这个，都是取材于大自然界的哈。像这个是取材于这个甲壳鱼类，不然这个就是从那个树根里面提炼出来，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好，这个这样子的现况呢，一直到大概100多年前哈，大概150年前的这位我们现在称为他叫化工师傅的出现，情况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现在尊称他为化工之父，他是事实上是英国人哈，叫做威廉·伯金。他存在的年代是1838年到1907年哈，大概是上个世纪末到上个世纪初这个时间。他事实上他是第一个人哈，用实验室的合成的方式而发明合成出一个新的颜色的物质出现啊。这个新的颜色的物质叫做苯胺紫哈，这个颜色本身是带有这种淡淡的紫色的、浅色的紫色的物质。我们称这个是以化学合成方式所创造的第一个全新的有机染料。这个东西自然界并不存在，啊，跟这个结构一样的东西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所以它所合成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是有颜色的，而且是一个大自然并不存在的一个颜色，所以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个颜色的物质。好，这个是我从一本书上找到的哈，这个就是当初他所在实验室里面所合成出来的那一罐物质的东西还保存到现在啊，这个颜色叫做苯胺紫。这个人呢我们现在称他为化工之父，因为你去看他的家乡哈，他的家乡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上面有一块牌子哈，你放大去看的话，你看到这个人呢，事实上哈，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染料的合成，他接下来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成立了一个以科学根据为基础的工业啊，这个英文字翻成中文是这个意思 ，science based industry 就是工业的意思。工业在他之前并不存在，我们现在讲的化工业哈，就是从他而开始。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呢？就是他把这个染料的制备呢，大量的生产、大量的收集下来，然后拿到市面上去贩卖。这个颜色呢，因为刚好跟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紫色非常的类似，所以他这个紫色当初我们讲说，这个是从那个甲壳鱼很辛苦的提炼出来，你要收集上万个的东西才能够染一点点的布。现在他用合成的方式，一次可以大量生产出来。啊，所以那个拥有色彩就不再是有钱人、有权势的人所专门独享的一个东西了啊。所以这边你看，这是一本书啊，它上面讲说，一个人哈，他发明了一种颜色，而他这样子这个举动呢，就改变了这整个世界。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一个人发明了一个颜色，从此这个世界就因此而改观，化学工业就因此而开始诞生。就是因为从他开始的，我们所以称他为叫做化工之父。这个也是他后来合成出来的一个染料，这个染料就是茜素，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从树根里面所提炼出来的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的化学结构啊。这个是从树根里面天然物里面萃取出来的。那这个威廉伯金呢，从实验室里面呢用化学合成的方式把它给制备出来。所以这个是所以这边你查那个历史的书，他就会写说，这个
物质呢是以化学合成的方式所复制出来的第一个天然的有机染料啊。这个染料是自然界存在的，但是以往都是要从树根里面萃取，但是它是由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合成出来。而它另外一个发明的东西是自然界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完全纯粹是从实验室里面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好，这个我跟大家稍微简单的哈，这个是化学合成啊。工业界是怎么合成这个染料的呢？把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这三个全部都是由有机物质所构成的。把这三个东西和在一起之后，里面加上硫酸、水，再加上重弱酸钾，啊，这个当做氧化剂，就可以把这三个苯环的东西呢，把它并在一起。那当初威廉伯金合成这个东西的时候，事实上他不晓得了哈，他得到事实上是一个混合物，里面包括了 A、B、C、D 哈，这各式各样的东西，至少有两个成分，就像我前面画的这个，至少有两个成分构成了他这一罐的药品。啊，化学药品，这个是有颜色的。好，事实上，这个染料并不是一个单一物质，事实上是一个混合物质了。好，他做这个东西，事实上并不是他原来的目的。好，这边写一个，他事实上本来是要做什么？那时候那个疟疾哈，很麻烦，那时候没有那个药物可以治疗疟疾。那时候知道说治疗疟疾的可以舒缓那个症状，就是从这个什么天然物哈。叫做金鸡纳树的树皮或树根里面可以提炼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做奎宁。奎宁是可以用来治疗疟疾的疾病的。他那时候原来的目的是要想办法在实验室里面合成出这个天然物质。啊，你可以看哈，那时候因为化学还才刚刚出来哈，我人们对这个合成还不是那么的熟悉。大家对这个结构大概知道说，哦，里面还有苯环，然后里面还有氮，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氧的元素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开始就去做拼凑的工作。那时候他选择到的来源呢，就是选了这三个东西去把它煮一煮，换那些煮，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东西。而事实上当然不可能，我们现在对化学很了解很清楚，不可能这样子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了。好，所以他原来的目的是并不是要做染料，他事实上纯粹是为了做医疗上的一个药物的合成的工作，而瞎打误撞而发现了这个，他得到了这个有颜色的物质哈。你看到他这个烧杯里面放了一罐紫色的溶液在这个里面，是啊，这个是画的图啊，说明说他那时候在实验室里面这个东弄西弄，最后弄出了一个没有得到那个奎宁的药物，反而得到了这个有颜色的物质。他的脑筋动得很快啊，他就想说，哎，这个跟那个泰尔纸很像，所以他就可以拿到市面上去卖。因此他事实上他很早就退休不干了哈，他大概三十几岁就退休不干，因为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发明了这个染料，从此就赚了大钱，他就持续工作，他就自己在家里面，他自己在家里面设了一个实验室，自己在研究开发各式各样的染料啊。因为那时候三十岁左右他已经赚饱了钱，就退隐江湖啊，自己在家里面做研究。好，这个还有更多的哈，这个是化工，刚才那个我讲说他用人工合成第一个天然的染料，他是从这个物质开始做起，这个物质呢是从煤焦油里面提炼出来的，经过一步两步三步就可以得到这个茜草赤黄色的染料出现。啊，那个茜草赤黄色染料实际上被英国的，因为那个 Perkin Warren 是英国人哈，这个英国那个早期的服饰的上面就有这个红色的制服，实际上用的就是这个染料来染色的。好，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跟那个泰尔纸的物质呢非常相像的一个东西，就叫做 indigo dye。 indigo dye 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为叫做这个叫什么靛蓝的染料，靛蓝的染料 indigo dye。 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用在染色牛仔裤用的最多的那个蓝色的这个色素染料呢，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事实上跟太阳纸的结构非常相像哈。太阳纸是在这个两个位置再多两个锈的元素，你把这两个锈的元素去掉之后呢，就比较偏近于蓝色的颜色。这个蓝色的色素呢，事实上就我们前面讲说，你要从那个甲壳鱼类提炼出来，那个非常的辛苦。不然的话，你要从这个植物里面哈，这个植物叫做谬蓝，这个植物里面也可以提炼出这个东西出来。但是这个提炼也是很麻烦的，要经过这个层层的萃取跟纯化的步骤才能够得到一点点的东西。所以
德国的化工业非常的兴盛哈、啊。那时候德国的巴斯夫工业吧，哦不是，这不是巴斯夫，这个贝尔哈、啊，贝尔事实上是德国那个拜尔公司的这个成立者哈、啊，他实际上也是化学诺贝尔奖的得主了。他发明了这个合成的方式啊，就是钛儿类似像钛儿子那样子的颜色的染料，他经过这两个步骤可以得到。那个是在1882年，差不多就是彭廷威的那个时代哈、啊。那时候德国的化工业开始兴盛起来。那这个合成比较不方便，后来做了改进哈、啊，由这个人呢做了一个合成技术上的改进，有一个比较便宜的前驱物呢，可以更容易获得这个染料出来。啊，这个是有后来就全部都改成用人工化学合成的方式来做，因为人工化学合成远比从天然物萃取。或者是从那个甲壳鱼的里面萃取来方便多了哈，价钱又便宜，可以便宜很多。好，那时候已经进入到化学工业的时代了。好，这个染料哈是发明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波折出现的嘛哈。那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石化的产品就是塑胶的制品。那各位知道，塑胶的制品哈往往都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像各位身体上穿的衣服。这个都是石化产品的石化纤维做的东西啊，原来都是没有颜色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穿在身上有那么多的色彩颜色呈现呢？是因为这些所有的塑胶制品里面都掺了染料在这个里面啊。塑胶制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不管是 PVC、PS， 低密度聚乙烯、高密度聚乙烯跟聚丙烯跟那个 PET 啊，就是宝特瓶的这个材料叫做 PET。里面都会有颜色产生，好，本来没有掺的颜色就是像这样子哈，就是白色或者是透明的，这是它的本来的颜色。但是你看到这些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颜色，全都是在外加了染料或色素到里面去之后，才会呈现出这些色彩。不然的话，我们的世界就是很平淡无奇啊，不是白的就是黑的，啊，没有这个染料这个东西的发明的话。好，这个讲到一个前一阵子常常上报纸的一个东西，铜叶绿素钠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天然的色素，它是一根天然色素很接近的一个东西，跟它最接近的天然的色素呢，就是叶绿素啊。我们知道大自然界哈、啊，你去看那个树木的树叶啊，这个五彩缤纷，各式颜色都有，其中的绿色呢是由这个叶，这个是天然物质哈、啊，就叶绿素的化学结构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铜叶绿素钠是不是跟这个结构长得非常的像？它把这个长长的这个尾巴给去掉，然后它把我看、啊、这个还要上下颠倒过来哈，其他的东西都长得非常的类似，但是其中有个东西不一样，就是它把中间这个 Mg 这个镁的元素呢换成了铜。好，这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做铜这个字在这个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把叶绿素里面原来含有镁这个金属换成了铜，然后它在旁边的这个。这个是一个酸根呐、啊，酸根会带携带有一个钠的离子，啊，在这个位置跟这三个位置都会携带酸根，然后就会携带有钠，所以这个化合物的名称叫做铜叶绿素钠。啊，这个我从网站上查到，就是说，我念一下给大家听啊，虽然大家都看得懂这是什么意思。铜叶绿素钠呢是指叶绿素半合成产生的一种食用色素，事实上它是可以吃的啊。它是叫做天然色，天然的绿色素啊，三几号？三号啊，它有一个英文的编号叫 E141，在台湾是可加在零食中的食用色素，但是不可以加在食用的油中啊。那个前阵的报纸上那位仁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把它加在食用油中啊，这个是不被允许的，这是违法的。它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可以加在食用油里面。好，自然界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叶绿素哈，叶绿素是植物里面所具有的一个很多的一个色素的来源。另外一个就是相对于植物就是动物，动物呢什么颜色？是红色，因为血液是红色的。那造成这两个颜色很不一样的颜色呢，事实上它的化学物质却是非常的类似。好，下面这个是叶绿素的主要的结构，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红血球里面的铁质质。红血球本来实际上也应该也是没有颜色，但是它里面含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具备的是红色的颜色。啊，
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长得非常像？好，除了中间这个是一个镁，上面是个铁之外，金属不同之外，周围的结构也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颜色上面却天差地远，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这个是两三年前的一则报纸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看标题啊，就是说有一个媳妇下菜想害死她的公婆哈。他在里面加了什么东西？他在他们吃饭的里面加了亚硝酸钠。什么东西是亚硝酸钠？就是腌肉的那个东西啊。亚硝酸钠化学分子式是NaNO2， 这是亚硝酸根配合一个钠离子叫亚硝酸钠。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一个氧化剂啊。它会吃到人体里面呢，它会把血红素里面那个铁脂质的那个铁呢进行氧化的动作。把铁二价呢变成铁三价，那我们人的血液哈要能够吸收氧气哈，我们要吸收氧气才能够呼吸嘛哈，靠的是铁二价，一旦把这个铁二价换成铁三价之后呢，人的血液就没有办法再吸带氧气了，所以人就会死掉。那你所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正常人的血看起来就是红红的嘛哈，但是那是因为铁二价的铁脂质造成的。但是如果你把铁二价变成铁三价，这时候的铁脂质呢，看起来的颜色就比较深了。你看到左右这两只手，就是那个中毒的那个公婆的手的颜色啊，是因为他的血液不再能够吸收氧气。那时候报上讲说，那个后来发现说是因为中了这个毒啊，他们在医院里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中毒的症状呢，可以加上这个亚甲蓝这个东西，事实上这个是一个有限颜色的物质，这个东西呢可以帮助把这个铁三价呢再还原回去到铁二价，啊，实际上这个有颜色的物质呢也是一个药剂了哈，事实上它可以进行那个氧化还原的动作，本身它是具有蓝色的，你可以看到它溶在水里面是一个蓝色的物质，你去Wikipedia 去查它的用途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化学指示剂。同时也是个染料，因为它有颜色的关系哈。那它也是一个生物染色剂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个是人体的组织哈。把这个染料涂上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呈现出这个蓝色的成像出来。所以这个释放也是一种染料的东西，因为只要有颜色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染料。而这个染料的释放也是一个解毒剂啦。一旦你中了这个亚硝酸钠的毒呢，就是靠这个来解毒。啊，这个新闻报道是上头版头条的新闻，里面提到了好几个化学物质哈，包括了这个染料，包括了这个腌肉的东西。事实上，这个是我们人吃多这个会中毒的。好，跟这个叶绿素或者是铁脂质很相像的一个东西呢，是人工合成出来的东西。这个是在工业界用了非常多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完全是由实验室里面合成所产生出来的。这类东西呢，也是染料或者是色素哈。叫做太氢素的染料，或者如果里面也可以看到，跟那个铁脂质的结构很像，只是在这个四个角落呢，把这个 CH 呢换成了 N， 好，换成了氮，圆圆的大盘的结构还是长得一模一样，但是这个颜色呢就跟多了这四个氮呢，就跟没有这四个氮颜色又不一样了啊，本来铁脂质里面是这个是红色的。啊，如果换成镁的话，可能是绿色。那这个呢？多了四个氮之后，又换成了铜，或者是没有铜，这个本身的颜色呢是偏蓝色的，像这个是很蓝的蓝色，或者是这样，这个是天蓝色的。啊，这类的物质呢是完全是人工合成出来的一个色素染料。这个东西呢比铁脂质或者是叶绿素就稳定非常的多。这样子的染料色素呢被广泛的用在一些光电工业里面。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讲这个光电上的应用了哈。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颜色的物质呢，是有关于这个食用色素。好，我们前面讲到铜叶绿素钠，那个是可以允许加在食用品里面，但是不可以加在食用油里面哈。那个也是一种食用的色素。还有很多好东西哈，我们吃的东西里面，为了增加食物的鲜艳的程度，通常都会加一些色素在这里面。好，可以允许加进去的，这个都叫做合格的可食用的人工色素。这些可食用的人工色素，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哈。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这个热狗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一个热狗的东西。
热狗有面包，里面有一根香肠，然后通常都会放上这个番茄酱跟芥末酱，啊，芥末酱、番茄酱、热狗里面都加了食用的色素，因为不然的话颜色不会如此的鲜艳。番茄酱红色的，对不对？里面加了这个橘红色的色素在里面。芥末酱这个黄色呢，里面加的是这个的黄色的色素在这里面，啊，那这个香肠呢，里面也有加了这个橘红色的色素啊。这三个色素哈，我们按照化学结构来分类，这三者都属于叫做偶氮类的染料，是有颜色的哈，一个是橘红色，一个是黄色，加在这个里面可以让你的热狗看起来更垂涎欲滴，色彩很艳丽，很鲜艳的，啊，会激起你的食欲。像这类的东西也广泛的被使用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吃的东西里面，像这个是 M&M 的巧克力糖，这个是雷根的糖果哈，叫做 Jelly Bean。好，那食用的饮料里面有很多种的不同的颜色，跟那个药丸的那个封膜哈，里面通常都是有颜色的，通常都是加了这些可食用的人工色素。啊，这个我记得这个叫做马可龙嘛。啊，这个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通通都是里面加了食用色素。你可以上网很容易查得到啊，这些食用色素是哪些东西呢？就是这些东西，这边上面所列的是美国的允许的色素啊，不同国家有不同允许，通常因为我们都是用以美国为标准哈。这些我有查出来的化学结构全都是有机化学物质，它们是有颜色的哈，它有的可能是蓝色，有的是红色、黄色、橘色。这些都是可允许加在食用品里面的增加颜色的物质啊。好，还有一些是色素是来自于天然界啊，譬如说像这个虾红素，事实上你可以在那个药厂啊，药店啊买得到这个东西。它不是药啊，它是一个叫做像维他命一样，是一个补品的东西。它卖的里面，你看这个橘红色的胶囊里面的液体呢，就是这个虾红素。它把它放在那个油里面的哈，本身它是固体，像这样子一个很暗的橘红色的颜色的这个粉末，它的也是一个有机的物质，含有很多双键，你看这边有1、2、3、4、5、6、7、8、9、10、11、12、13，头尾再加上去14、15个双键，所以它的颜色的波长可以延伸到长波长的红色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取材于大自然界，远比人工合成方便很多哈。我去查了一下，人工像这类都属于这类的物质，叫做类胡萝卜素的家族哈，包括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包括这个玉米叶的黄素，包括前面我们看到的香菇都是这样子哈。这个呢，事实上从这个藻类哈，它本身就会产生，从这个藻类获得这样子的虾红素的色素呢，远比人工合成来的简单很多，因为这个合成呢比较麻烦，所以这个东西，特别是这个东西，我们不会笨到说在实验室里面自己合成，因为这个自己合成呢反而会更花钱呢来做这个合成的工作。好，这个是人工合成的一些步骤，你看到非常的麻烦呢，很多步骤，所以还不如去天然找那个藻类呢。从藻类来萃取来的方便啊，这个同类的物质呢，也包括这个茄红素，还有胡萝卜素啊，都那种黄色、橘黄色、红色的物质，通通都是属于这一类家族的物质。还有另外一类有颜色的，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些水果哈，这个颜色很深的水果，像什么蓝莓啊、葡萄、茄子、黑李子啊，这个都含有这个同样的一种色素的染料，这个都叫做花青素啊。通常都是偏红色的这些的物质啊。那这个花青素呢，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呢，也常常出现，跟那个结构有点类似的，叫做绣球花里面的颜色。绣球花里面颜色就是也是含有这个花青素。花青素的结构上面，因为化学结构的关系哈，它的真正的颜色会随着你的土壤的酸碱度的不同而出现有变化啊，这个是属于大自然的色泽的物质啦。好，这个事实上时间哈还有大概十分钟时间，十多分钟哈，我把这个后半段把它讲完。
接下来就要讲到说，这些我们讲到目前为止都是叫做传统的染整工艺。我们取用的染料呢，通常都是来着色，让东西有呈现颜色出来啊，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做法。现代的科技呢，事实上就更推进一步哈，我们并不再是说为了呈现出颜色，我们是利用它的一些光电上面的特性呢，一样是呈现颜色，但是我们是把它用在这个光电的元件里面啊，像电视机的颜色的呈现，手机面板的颜色的呈现，还有像这边看到的，我们用来记录资料的光碟片，里面事实上都有用到这些染料啊。这个是比较现代进一步的，不像传统的，我们讲说传统的染印的工艺啊，现在变成是说应用在光电科技上面。啊，虽然这个技术也已经有点过时了，但是这个在二十年前算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新的技术啊，就是储存资料的一个技术了哈、啊，就那个光碟资料片里面事实上都有放了一层染料在这个里面，你看一下这个英文字哈、啊、，DYE 就是染料的意思，中间它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多层的薄膜，其中有一层呢就是这个染料的物质。它之所以能够记录，就是靠了这个染料吸收，我们需要用到一个雷射光去做烧录的动作，它会吸收这个雷射光，而这个地方呢的染料呢就会变质啊，所以需要吸收雷射光的物质，雷射光也是光的一种啊，可见光的一种，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需要靠染料才能够办得到这方面的应用了。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光碟片有分成两种，一个是一片是500 megabytes 的哈，那 DVD 2的话更大，是好几个 gigabytes 的。储存的空间大小不一样，取决于它里面所用的染料不太一样。啊，像 CDR 里面用的染料呢，通常就是这三个其中的一种。那 DVD 2的染料呢，这个事实上哈还查不到这个资料，因为这个算是工业的机密，人家。会做的不愿意告诉你他用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晓得说他用的是这两类的染料哈，这个 silane 的染料或者是 azo metal dye。这个 azo 呢，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说拿来涂马路的那个黄色的油漆的染料是其中的一种，那个也是叫做 azo dye。还有就是掺在那个热狗啊，那个这个什么番茄酱跟芥末酱里面的那个颜色呢，也是属于 azo dye 的一种偶氮类的染料。啊，跟这个同样的染料也用在这个 DVD 2的制作上面。再来就是这个真的是讲到光电科技的哈。我们 LCD 的萤幕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色彩，事实上里面用到了一个东西叫做彩色滤光片。好，这个是一个互补性的颜色的呈现。彩色滤光片呢，就是把我们不要的颜色给滤掉，然后把我们要看到的颜色给过滤出来。啊，这是一个互补色哈，就是消去型的色彩的显示。这个滤光片里面需要用到了一些有颜色的物质来把我们不要的颜色给吸收下来。啊，譬如说，萤幕显示里面通常都是有红、蓝、绿三种颜色嘛，所以你要看到红的话，就必须要把蓝的跟绿的给去掉。啊，所以譬如说像这个是一个绿色的染料。它之所以会呈现出绿色，是因为它把红的跟蓝的给吸收掉，啊，所以里面需要用到一个绿色的色素或染料，这个就是它的选项。目前这个 LCD 的技术里面用到的这个彩色滤光片里面遇到这个绿色的色素呢，就是用的是这个东西，蓝色呢就用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CUPC 啊，这个是每年以几百万公吨在生产的一个工业界用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色素，因为它呈现出来是蓝色或是青色的颜色了哈。那这个物质呢很稳定，所以可以用在这个 LCD 的彩色滤光片上面，就是这个 CUPC 同样一个物质哈，它这是一个 blue 的蓝色的一个色素了。那红色的呢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物质。这个物质事实上也是用在那个汽车的烤漆上面啊，橘红色。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阿法罗密欧的那个烤漆呢，也有的公司呢用的是这个色素涂在车子的上面，因为这三个色素都非常的稳定，它可以放很久都不会变质哈、啊。
即使被那个 LCE 的那个光线照射之下，它都不会坏掉。所以 LCD 的萤幕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各式各样的色彩，靠了这个彩色滤光片，而彩色滤光片里面就靠的这三种色素，红的、蓝的、绿的色素来过滤掉不要的光色，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拼凑出各式各样的七彩霓虹的颜色。好，这个又我们讲到目前为止都在讲说消去型或者是互补色的应用哈，包括这个应用在太阳能电池里面的。也用到了染料，这个染料也是利用那个消去型或者是互补色的颜色而呈现出来。我们一开始就讲过说，东西会呈现出染料都是因为太阳光所造成的，只要太阳光的某一个颜色被吸收掉，这个东西就会呈现出颜色出来。好，呈现出颜色我们称为叫做互补色。譬如说像你这边看到这个是半透明的这些东西里面，像这个呈现出黄色，就是它把青色的颜色给吸收掉，呈现出它的互补色，就是呈现出黄色。啊，能够呈现出红色呢，就是把它的互补色给吸收掉，这样的话就会呈现出留下的就是红色的颜色。啊，这个算是我们目前在做研究常常在用到的各式各样的颜色。我们就在设计说怎么样的颜色的物质呢，可以吸收太阳光，吸收光太阳光越强，这个效太阳能电池的面板的效率就会越高。啊，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比较还在研究阶段的一个科技的应用了。好，我们刚刚讲说，讲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都是叫做消去式的色彩的呈现，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个互补色。接下来最后这大概十张投影片要讲的是加成性的色彩。加成性色彩跟消去性色彩刚好是相反的一个现象。我们如果要看到蓝色，我们就是打上蓝色的光，那就是蓝色；打上绿色的光就是绿色；打上红色的光就是红色。三个光色都打在一起，那就是什么？就是白色了。好，这个是一个加成性的色彩，红的、绿的加白的，基本上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全部都加在一起就是太阳光啊。所以事实上，太阳光也是一个加成性的色彩的显示。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目前为止都是在讲消去型的色彩互补色了，但是我们现在又回过头来讲到一开始的太阳光，太阳光就是一个加成性的色彩，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物质的应用，尤其是光电。光电科技业用的都是加成性的色彩，我们使用的是发光的物质。发光物质就像太阳，太阳是发光的东西啊。发光的物质都是属于加成性的色彩的呈现。譬如像这个啊，实验室里面会做一些所谓的纳米颗粒，这个是由无机材料所做的纳米颗粒。那我们一开始讲过，无机材料的颜色的呈现跟它的构成的元素的大小、半径的大小有关系。所以你看到这边呈现出来的各式的颜色呢，就是看这个纳米颗粒的大小所造成的。做的越大的颜色呢，就会越往红色方向偏；你做的越小的话，这个就往蓝色方向偏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个是各位看到的是一个加成性的色彩，它是会发出光线出来的东西，这种叫做荧光或磷光的材料呢，这个都是加成性色彩的显现。好，包括这些长时间的磷光的物质哈，像这个都是很标准的荧光哈，譬如说我们涂在那个时钟上面那个，或者紧急出口那个会亮的东西，都是由这些无机的元素所构成的发光的物质。还有加在这些塑胶板子里面那种看起来很像霓虹灯的光色的东西，全都是荧光的物质所构成的。啊，还有包括像这个那个去听演唱会，不是会拿两个会亮的那个棒子吗？那里面全都是由这些有机的物质起了化学反应所激发出来的光线，被我们眼睛看到。好，这边我们讲的全都是所谓的加成性的色彩，而加成性的色彩大部分都是由荧光或者是磷光的物质所构成的。好，还有一个荧光或磷光的应用的地方呢，是用来。让你的白色看起来更白哈，这个是用在，因为我们人很喜欢纯白的颜色，包括我的运动袜子，对不对？白要非常的白啊，越白越好，这表示说越漂亮。还有像这些衣，你看这个洗衣粉里面就有了这些添加物在这个里面，在紫外光下面呢，它会呈现出蓝色的光线。我们厕所里面用的擦手纸也是如此，擦手纸不会加这个东西，因为。不需要很白，因为擦手纸通常都是偏黄色的东西，但是我们的
像这张纸啊，印刷用的这个纸要越白越好，里面就必须要添加这个荧光的物质啊。像这个左边这个图你可以看到，右边是擦手纸，这个是 A4 的硬表纸。A4 的硬表纸在紫外光照应下就有蓝色的光会发射出来，这个就没有啊。所以在蓝色的光发射出来的情形之下，这个白色就会看起来更白哈。这个叫做荧光添加剂哈，或者叫做荧光增白剂，这个东西很多地方都会用到它，包括我们刚刚讲看到那个纸张，还有包括像那个帆船的白色那个布哈，要看起来很白，所以它一定要加这个东西才会看起来更白。还有像那个很多电器用品都是白色的壳子里面，都加了这些所谓的荧光增白剂哈，这个有让白的更白的一个效果的产生。啊，包括那个白色的球鞋也是，里面通通都加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好，最后这个显示器哈，这个时间关系我很快的讲过去。这个是已经被淘汰掉的，印象馆的显示的方式，里面事实上用了很多这个荧光粉在这个里面，啊，这也是叫做加成性的色彩的显示。还有包括这个电浆的电视也都是如此哈，都是靠的。它的荧光粉末的发光来呈现出这个画面的，这个但是电浆或者是印象管的，事实上都已经被淘汰掉了哈。另外还有一个发光型的显示器会用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 LED 的灯泡，这个也是属于发光型的的光电的产品了。里面用到了一些半导体的物质所构成的这些元素所构成的物质，这些物质呢，在通入电流之后呢，它会激发出光线出来啊，这个现象叫做电激发光。那因为这边所用到的物质呢，都是所谓无机的化合物，你可以看到哈，这个里面没有含有碳、氢、氧、氮这些有机物质所含有的元素，所以这些物质呢，是无机的材料，它是可以用来作为LED 哈灯泡的发光的材料使用。啊，这个 LED 灯泡事实上也可以当做荧幕哈，这个荧幕都是超大型的，放在那个电视放在那个墙壁上面那么大的荧幕哈来用的。啊，这个像这个台北市哈，这个西门町，还有这是美国纳斯达克的证券交易所一个5层这个大概是6层楼高的一个电视墙哈，这个都是由 LED 的灯泡所排列出来的。好，我们刚刚看了几个很常见的平面显示器哈，包括了传统的印象馆，包括已经不再受到欢迎的电浆的显示器，目前还仍然存在的就是这个 LCD。LCD 并不是一个加成性的色彩的显示，它是一个互补色的显示啊，因为它是光呢透过这个彩色滤光片而过滤出我们要看到的颜色，这是一个互补性的色彩显示。那最后我要讲的一个平面显示器呢，就是所谓用有机材料做的 LED。刚才我们前面看到这个 LED 呢是无机材料做的啊，是因为是这些无机元素所构成的。现在最近这几年开始出现的是用有机的材料做的这个电激发光的显示器。这个显示器用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个是两个，这个也都被淘汰掉了，现在只剩下这两个东西还在市面上看得到。啊，这个我应该把它杀掉，没杀掉哈，看下一个。啊，这是前两年那个报纸上的头版头条啊，这个三星呢，他花了大笔钱在整页的头版登了个广告，因为他们出了这款的 Galaxy Note 跟这个 Galaxy S 的智慧手机啊，这里面用到的都是叫做有机的发光二极体啊，简称为叫做 OLED。现在这个 OLED 已经可以做到77寸的大电视机啊，这个是最近在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电子通信展里面所展示的 LG 哈，在这个里面展示就像 LCD 一样，可以做成那么大的一个电视机，而且它还是做成一个曲面的啊，非常的吸引人。好，这个 LCD 跟 OLED 比起来是有它的一些优点存在哈，时间关系我不再多讲。它的画面比较清楚，它的视角比较大啊，那个甚至还是比较省电，还有它的应答速度也比较快。那这些有机的 LED 呢，也可以拿来做白光哈，白光就是讲说你把红的、蓝的、绿的加在一起，就会变白色哈，可以用来做照明使用。就像我们的屋顶的那个省电灯泡，可以用这个来代替哈。好，这个会发光的物质，这些全都是有机物质，事实上，
是要靠实验室里面合成出来哈，就像William Perkins 当年他在实验室里面合成那个，他想要合成奎宁的药物，那时他因为他搞不清楚，他不懂这个化学了。现在我们懂了很懂的话，就要针对它这个化学结构来设计，因为不同的化学结构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像这边右手边是红的、橘的，中间是黄的、绿的，左边是蓝的啊。不同的化学结构就会有不同的光色产生。而这个有机发光二极体就是需要各式各样不同的发光的物质来搭配起来做整个荧幕。好，最后哈，这个虽然是倒数第二章了。讲了很多哈，因为我是化学家哈，我去特别拍了几张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化学合成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好，从最简单的玻璃瓶子开始哈，我们最后做出来是这个会发出红色荧光的材料。但是这个红色荧光的材料一开始呢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像这边哈，反应到一个阶段就变成乌漆抹黑的一罐东西。你要的东西是从这个乌漆抹黑的一罐里面去把它分离出来啊，你看这个红色物质在这上面。实际上，同一罐东西里面会产生黄的，还有绿的荧光的物质啊。你利用这个分离的技术呢，把它分开来之后，把这一罐再单独收集下来，把溶剂去除掉之后呢，固体就会产生。我们把它收集在这个玻璃瓶里面。啊，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化学实验室合成材料的一个做法。这个是我们用现代的化学科技技术，制备出这个。有颜色的物质出来，只是这个是一个发光型的物质了哈，跟150年前 Perkin William 的，当然不可以同日而语了哈，他们没有那么现代化的设备，也没有现在，这样子的化学实验室可以用。好，这个是我们实验室自己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设计合成了这样子一个化学物质出来，它是发红色的荧光啊，可以制作在。红色的 OLED 的这个元件里面，好，实际上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呢，就是用在三星的智慧手机里面，只是它这个手机面板上面大概有600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塞在这里面，每一颗都做得很小很小，所以它的画面的解析度可以提高到很高。啊，我们不是在做面板的，我们只是在实验室里面示范说我们也可以办得到，我们就做了很大一颗，这样比较好做了，啊。真正的面板手机是要几百万颗的把它挤在这个里面，所以每一颗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小。好，这个算是这个今天这个知识的响应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的总结了哈。我从那个在讲染料嘛哈，从传统的染整工艺啊，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威廉铂金，我们现在称他为化工之父。当初的染料的产生都是在应用它的消去式的色彩的呈现。讲到后面的光电的应用呢，通通都变成加成性的色彩的呈现啊，不管是消去式或者加成性，都用到了这些有颜色的物质啊，一种是就是互补色的颜色，一个是它自己发出来的光线的颜色啊。那这个后面就讲到说，现在这个时尚的科技的应用，包括各式的面板啊，手机的面板或者是笔电的萤幕，或者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已经做到电视机77寸。那么大的电视机荧幕都可以用这些发光物质来使用，还有就是包括目前还是在研发阶段的太阳能电池，好，也是这些染料的应用的最后的体现了。好，这个时代进步了哈，从大概150多年前吧，啊 ，William Perkins 到现在，这个技术的转变哈，是事实上是我觉得是叹为观止的哈。你在当初绝对不会想到说这些染料可以应用在像这些现在的科技上面。好，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那个谢谢陈博士的精彩的彩色世界。那现在欢迎大家发表问问题，请。谢谢老师非常精彩演讲。我有一个应该算的粗浅问题啊，您开始有提到色彩的问题，说如果反射的话，或者说被吸收的话，应该眼睛就看到看不到，所以说太阳光底下全部路况都反射，我们看到是白的。但是有时候我看到的实际上不是色彩是黑的，但是明明太阳光照上去，我还是会觉得刺眼。但是照理说，它应该黑色的就把所有光都吸掉了，不是吗？就是想请教为什么说。
你讲那个潜意识套，它就是同时有吸收又有反射，同时并存了。我刚才前面举的例子是非常二分法，就是有反射就没有吸收，或者有吸收就没有反射。事实上，大部分的东西是两者并存，所以你明明是黑色的东西，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光线，被反射出来，而且它那个反射呢，因为它那个表面弄得非常的平整啊。非常平的表面就会很容易反射光，但是它的又是透明的东西，所以它有一部分的光事实上就穿透过去，被它的染料给吸收掉，所以呈现出黑色。但是又有一部分的光呢，它就没有穿透进去，它就被那个表面很平滑的东西给反射出来。好，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并存的现象，明明是黑的，为什么还是可以看得到光反射出来？哎，那就这个多请教一下，因为像我们一个水壶一直灌水，然后会破掉；气球一直灌气会破掉。那光是能量，那一个假设黑色的车子在那边，它表面那个染料一直吸光，一直吸光，一直吸光，为什么不会好像破掉或坏掉或怎么样？哦，因为那个能量还没有大到那样子的程度，但是它一直吸光，一直吸光哈。一个附带的现象就是它会越来越烫，越来越烫。但是它那个烫不会说一直温度上去，它到了一个程度，因为本身物体哈受到太阳光的光线的照射，它会散发出热能嘛，它会达到一个平衡，它也同时在散热。好，光线一直照，它也一直在散热，最后就看这个供给的能量跟它疏散的能量，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譬如说，大部分我们的经验就是，在大太阳底下，车子的车壳会被晒得很烫，对不对？那个温度大概就50°C左右。那个散热的程度又跟你的就是材料有关系了，那大部分都会达到一个平衡的阶段。你如果真的拿很强很强的光去照射，譬如说用雷射光，那个热量就是远大于它的疏散的能力啊，你那个金属就会被融化掉，对不对？啊，这个完全看你的 input 跟 output 是不是有达到一个平衡呢？请教陈老师。刚刚提到的染料，主要是针对可见光，吸收反射所靠发展出来的。那有没有染料是针对不可见光？有。我只是今天没有讲，因为不可见光我们就看不到了。那我今天主要是针对我们眼睛看得到，通通都是可见光。那你讲的就是，譬如说像近红外光或者红外光跟紫外光，它也是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这个有这样的染料，就是，如果是发光型的染料的话，就是你的发光的波长哈，要超过大概700纳米，那个就是红外光，近红或者近红外光。如果它的波长是短于大概405左右，那就变成是紫外光。那跟这有关的就是有关于太阳能电池啊，哎，因为可见光只占一小部分的，没错。那假如说是这种染料。是不是可以应用在，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可见的染料哈，它的波长是就是落在可见光的范围，但是太阳光是很宽的，啊，有机要看你的材料是用有机的材料做还是无机的材料做。无机的材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太阳能的面板，那个都是由细啊或者是无机的元素所构成的。那个吸收光的范围就是很长，就是在红外光的范围之内吸收。哎，所以是的确啊。那我们做研究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是用有机的材料来做嘛，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有机材料吸收光的范围把它拉宽，拉到红外光的那个范围之内。但是用有机的材料这样不是很容易做了，不像无机材料那么好做。好，请最后那一位。那个四个问题请教，就是说那个太阳在早上是偏黄色哦，那个晚上偏红色，它那个原因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太阳光跟那个日光灯的光谱哦，是不是相同？是不是有一种玻璃可以让那个太阳光可以透过来，但是日光灯没办法透过去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第三个你刚才提到说那个埃及人是。最先的一个人工合成的设置，可是你要听到英国那个化学家又是人类第一个
合成的色素，那这两个差别是在哪里？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黑色应该是最容易吸收光哦，可是在自然界为什么是发展出来是叶绿素是绿色的来吸收光，没有发展是一种什么黑色的东西来吸收光这样的？好好，没问题，我一个一个来回答哈。你问的问题很有趣的哈。第一个你说那个早晨黄昏的太阳光色为什么跟日正当中的光色不太一样啊？这个事实上跟材料没有关系，那个完全是因为光线哈。早晨的光或黄昏的光线，它照射到地球表面上，它要穿透过比较厚的大气层。啊，日正当中这个太阳就是在正上方啊，它照射到地球所经过的大气层的深度，跟白天黄昏，清晨跟黄昏，它的穿透的大气层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啊，那大气层里面事实上有很多那个漂浮的微粒的存在。啊，这些漂浮的微粒呢，跟你的光线呢，入射的光太阳光线呢，会起一些绕射或者是折射的现象，这个会让你的光太阳光线呢的某一些波长的光线特别加强，又有一些波长的光线会特别的变弱，所以你会呈现出早晨黄昏的光色不太一样。啊，这个事实上是物理光学上的理由了哈。我是学化学，事实上我并不是非常懂这个，但是，您刚才问的第一个理由，基本上我们是以这个方式来解释，因为它穿过大气层的厚度不同，那大气里面有很多这个漂浮的微粒，这个会绕射，这个纯粹是光学上的一个现象，会改变那个太阳光的某一部分的波长。好，那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说黑色的，不是，你问的是那个玻璃，就是啊。玻璃哈，太阳光线可以穿透过去，那日光灯可不可以？啊，哦，没有嘛，你有问一个问题是说，日光灯管的光线跟太阳光线是不是光谱是不是是光谱相同？我就说不一样，质量不一样。那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玻璃，就是说让外面看的，外面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看得到外面这种？就是根据它纯粹的玻璃没有办法，但是你可以在玻璃的表面哈。涂抹一些材料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譬如说，哈，那个最传统的做法就是你在就像镜子一样，你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个反射的半透明的反射镜，外面就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还是可以看得到外面。可是，在晚上的时候还是外面还是看到里面啊。我的意思说，应用他们那个太阳光跟日光灯那光谱的差异哦，就是说让太阳光可以透过来，但是日光灯不能透出，就晚上日光灯不能透出去，那晚上就外面也看不到里面这样。这个有点困难哈，因为太阳光谱哈基本上是涵盖了所有的光线，你如果要让太阳光线全部都穿透过去的话，应该这么讲。日光灯管它并不是全部涵盖了全部波段的太阳光线，所以你可以做一个东西限制日光灯管的光线穿透不穿透，但是你很难做一个太阳光线，做一片玻璃板子选择性的让太阳光线穿透不穿透，因为太阳光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波段的，反而比较容易限制日光灯管的光线。因为它并不是全部，啊，所以你只要把一些日光灯管，会吸收日光灯管的那个材料做在玻璃里面，这样的话，日光灯管的光线就穿透不过去，但是太阳光线还是可以，因为太阳光线有涵盖更广的光线在它的光谱里面，啊，但是没有很难反过来做了。啊，我就是希望这样，就是希望那个太阳光能够进来哈，但是那个日光灯不能出去，就是让晚上，就是外面看不到里面。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做出来这样子？因为日光灯管的光谱比较窄啊，我们比较容易限制窄的光谱，让它没办法进出。但是宽的我们就除非要全部做成吸收太阳光线，那这样的话日光灯也会被吸收，啊，但是你可以做出一个会吸收日光灯管，但是还
保留有一些太阳光线没有被它吸收的，啊，就反过来可以这么做，但是要另外一个反过来做就不容易啊。我们比较容易去限制那个比较窄光谱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去限制全光谱的东西了，是这样子。那个埃及狼跟那个、哦、好那个哪个是第一个？两个哈，事实上都算是第一个发明的东西。但是埃及人那个发明那个颜色哈，他用的材料不一样。埃及人用的是无机的材料，那 Perkin Williams 用的是有机材料。那无机材料事实上哈，它的组成并没有被改变，它取材于这些那个细酸石，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孔雀石嘛，啊，它是由原子或是离子金属的离子所构成的，它只是把它摆在一起，把它重新那个做配方，啊，它的组成完全没有被改变，它只是把它重新做配方。那Perkin Williams 呢，那不一样，它是在把这个把原来一个分子呢，把它拆散开来，再把它重新组合回去，啊，那是在做化学反应的，啊。虽然那个埃及人也是在做化学反应，但这个两者的化学反应不太一样，一个是有机合成，一个是无机合成，啊，所以你如果用广义一点来讲，没有错，埃及也算是说第一个用人工调配出来的颜色。那个 Perkin Williams 是等于是从无到有全新。发明一个新的物质出来啊，啊，这是两者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只把 Perkin Williams 称之为叫做化工之父，因为他比较活在近代啊。那埃及人那时候弄了那样的颜色出来，可是因为时代是太早之前了，那个也没有办法说产生一个工业出来啊，啊，那个时代有点不太一样。如果那个埃及人是比较后面的话，说不定那时候他们也会发，那时候就会发展出工业级的这种规模产生，啊，好。教授，那个教授，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黑色，就是黑色应该是最会吸收颜色，那为什么自然界是绿色来吸收那个？好，叶绿素哈，不是。黑色是说哈，好几个地方都被吸收掉了，对不对？好，那固然没有错，太阳光线如果全部被吸收，就是要全部每个地方都被吸收，就是要靠那个黑色的物质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自然界，除了什么东西是黑的之外，木炭是黑的之外，好像没有一个是黑的东西啊。那木炭事实上并不是，严格讲并不是有机物质了。就我们讲说有生命跟没有生命这样来区分的话，所以有生命的东西你很难很难找到是一个全黑的东西啊。这个如果你真的要追根究底的话，这个你可能要去问上帝吧。我不晓得他那个生命的产生哈，就是由有机的物质所构成的，但是有机物质很少很少看到说是全黑的啊。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子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啦，就是那个紫菜是紫色的，那个紫菜的那个色素吸收光的能力会不会比叶绿素强？你问的很好，那个紫菜啊，事实上它是因为颜色很深哈，你把它颜色稀释掉之后，它事实上也不是黑色的，它事实上是紫色的，不然的话不会叫紫菜吧？啊，它只是因为颜色非常深呐，啊。但是你去分析它的颜色，事实上它事实上不是黑色，它事实上是紫色，是某一种颜色的。好 ，OK 了，请问教授啊，好，那个刚我们也谈到那个，请教教授，有机发光体与无机发光体的用途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还有两者的优缺点？谢谢。好，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讲到那么的细了哈。你问我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我的研究的专长在做的地方，它的优缺点事实上是各有优缺点哈，我先讲我最擅长的就是有机的发光二极体，这个两者东西啊，牵涉到那个制程哈，很不一样。有机发光二极体的制程呢，不
不像无机发光体的制程不会遇到高温的处理的阶段。好，那因为这个因为材料不一样，他说他制作那个通通都是那个很薄的膜啊，无机必须要用高热的方式去做融合的动作，好，因为那个材质不一样了。有机呢，事实上它不需要高温，它是用一点点的温度，大概就100°C就可以了。无机事实上要用到300-400°C才能够做出这个薄膜的形式了。好，这个是制程不一样。好，制程不一样就牵涉到说你制作的时候所用到的这些仪器设备就很不一样。用高热的做薄膜，那个机器设备非常的昂贵，好，又耗费能源。那用有机的不需要高温高热哈，所以它那个机器设备就不一样嘛。再来就是说，因为它不是用在高温高热上，所以它可以坐在这种软性的基板上面。好，因为一般我们讲软性基板就是这个塑胶片子，那坐在软性基板上就可以弯曲了啊。弯曲现在大家都在讲说可挠式的面板哈，这个是很吸引的那个应用。那无机的材料因为需要用到高热的关系，所以它不可能坐在软性的基板上，所以这个无机的 LED 呢，它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弯曲式或者可挠式的显示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可挠式一定要坐在一个硬的基板上了，它因为用高热的关系就没办法用在塑胶片子上，塑胶片子就融化掉了啊，就没办法这么做。那还有两者的，因为那个它的电信上的操作的机制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好，所以那个它的效率上事实上会有所差别，还有就是你的如果你是用在照明方面，亮度上也会有一些差别。那个效率跟亮度就这方面来讲，还是事实上是无机的比较好，有机的比较差啊，所以各有优缺点呢、啊。还有就是有机的材料制作比较便宜啊，无机的材料往往会用到一些比较昂贵稀有的金属，那个会比较昂贵，所以就成本上面而言。好，那个有机的材料就是所谓的 OLED 啊，成本是比较便宜的。但是这个你知道，这个又纠缠在一起，就是说，但是它的有机 OLED 哈、啊，它的效率跟亮度又比较差，所以为了弥补这个效率跟亮度，你要做更多啊，所以它的成本便宜也不见得真正便宜到哪里去啊。这个是就很多问题都纠缠在一起了，但是基本上是各有所长啊。对，这个是到简单来讲是这样，是到中间还牵扯很多事情呢、啊。好，后面，教授，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就是这种发光二极体对于健康有没有影响？因为我看到现在手机越来越普遍，小尺寸的、大尺寸的电视越来越大，色彩缤纷，但是。我的想法是，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伤害？那么如果有伤害，它会伤害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哈，有很多人提出来过了哈。其实它的，因为它基本上它所发出来的光线就跟传统的光线很类似了哈。那如果你要去仔细的去探讨说，那什么样的光线对人体伤害比较大，还是？小，好，这个不是很容易界定的清楚。一般我们讲说哈，紫外光会对我们人体伤害比较大嘛，啊，但是传统的这些发光的东西，它事实上也有很多紫外光。那譬如那至于像这个比较近代的这些 LED 的灯泡，或者是那个省电灯泡，它事实上它的紫外光线的含量也没有比。一般那个电灯泡来的多到哪里去？因为两者的光谱事实上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它的紫外光的部分事实上是的确是有多寡的差异了。但是那个样子的差异哈，我不晓得对人体的健康的危害有大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当然，你如果经年累月这样子曝晒之下，当然这个效果会长时间就会显现出来了。反而哈，另外方面来讲，就是说，现在的照明的灯具比起传统的照明灯具都亮很多啊，反而这个的伤害还比说紫外光多少来的大，
因为光线太强啊，总是会伤害眼睛的、啊。所以现在很多照明都改成用 LED 装照明，那个光线非常的亮，对不对？会亮到刺眼的一个程度。传统的灯具因为它没有那么的亮，所以它对眼睛的伤害事实上是比较轻微的。啊，如果你就光线的强弱而言，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令人担心的地方，啊，这个都是要很长时间这样子，照射之下才会显现出这个症状的。所以就是所谓的那个光害嘛。啊，光害，对、啊。太亮了，就是你就太亮就不要去看，晚上的太亮。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对，OK。染料的毒性怎么减电？染料的毒性，您说这个这些染料哈，实际上多少都是有些毒性的啦。怎么减电？就跟一般的染料的毒性的减电方法一样啦。一般的染料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来分析来做定量？啊，那个是分析方面的工具啦。去做定量的检测啊，譬如说他们那个前阵子什么铜叶绿素钠，不是有去做分析说，哦，这里面含量有多少嘛？就是同样的一个方法，是用同样一个方法，食品检验哈，那些各式各样的成分，它有的是用就是质谱仪在做检查了，有的去做实际的定量的分析出来，去评估说里面的含量的多寡，啊，那个技术是都一样的，并没有需要。靠什么特殊的方式、啊？好，哦，那个因为化学物质被破坏了，有机的物质很容易解释，就是一开始我讲说那个颜色的呈现都是因为它那个很多个双键碳碳双键累积在一起嘛。那光线照久了之后，或者是它发光发久了之后呢，那个双键有的会被破坏掉，那个。双键破坏掉之后，它的数目变少之后，它的颜色就会慢慢消失掉了。那无机材料是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就是它的造成颜色是事实上是跟它的构成的元素的氧化态有关系。时间久了之后，那些氧化态呢会被空气给氧化，所以它的氧化态一旦被改变了之后，它的颜色也会被改变。那往往就是会变成消失掉啊，这个就看到。不管只要是人做的色素染料，那个都会有牵涉到这个褪色的这个问题，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了。好，最后一个问题，请这位同学。请问一下，那个荧光跟磷光怎么分呢、啊？我可以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你解释啊，这个牵涉到基本的光物理的现象了。有好从简而言之了哈。它们发光的寿命时间啊，长短是不一样的。学理上面，它们是从不同的状态，下产生的。啊，所以如果你要去说我们有什么办法，眼睛是区分不出来，因为它的时间的快慢的差距都超过人的眼睛的视觉的极限，我们区分不出来那个快慢，那个需要靠仪器来做区分。还有就是他们的同一个物质的荧光跟磷光、啊、它的波长是不一样的。通常啊，磷光比较长，荧光比较短。啊、那个也是要你要靠仪器设备去把同时两个光记录下来，你就知道说长波长的那个就是磷光，短波长的那个就是荧光。可以从这个两个方式来做区分。不好意思，再次请教您教授，所以有关刚我们谈到那个 LED 灯哈。就说太强烈会影响眼睛，那我们家里的灯最好就是说用差不多多少亮度，这样不会伤到眼睛，然后又够亮。谢谢。这是切身问题，很重要。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你可能要去问医生会比较了解哈。因为不同的场合我们有需要不同亮的亮度嘛，对不对？譬如说我们的卧室不需要很亮啊，因为要睡觉了，但是办公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看东西都要弄得很亮、啊、但是人的眼睛的都有一个极限、啊、那个极限要问眼科医生可能会比较清楚了。哦，有道理，谢谢。OK。
好，我们 Q&A 也差不多半个钟头，谢谢。那我们第一次谢谢这个陈博士的这个精彩的彩色。好，谢谢大家。